奇数吗？奇妙啊！哇，一入境这一片就毁了。对啊，这要是我入境那就惨了。这个时候空拍的好处就来了。是吗？空拍至少拍至少我可以远到一，我至少可以躲在树荫下。我这样我啊，我这样就不用入境了，对吧？哎、欸，干我。